我是月月，今天其实已经过七夕了。那时候我就一个人孤单的站在十字路口上，看到一对情侣。然后那时候我显得格外的孤单。寂寞，你觉得？吓的。没有，我没有东西。滚开！我就想到一对苦命的鸳鸯。由于他们的世界观啊，那个多元成家跟同性法案还没过，还没修过，有没有都不知道，所以他们被迫拆散。哦，对，很可怜，真的很可怜。我看完的时候我哭了。好，哭了。这对苦命鸳鸯就是我们的火影忍者的 Naruto 跟 Sasuke。他是假的。精品军一家一支四百五两九百，他是一组。啊，一样是我们的男主角。所以一定要把一组吗？不一定，你可以当哪一组。不过我个人觉得要就是两名。周末吃。对，然后一个用螺旋丸，一个用千鸟。对，然后千鸟还黑的。对。然后两个都是卡。对。结果我们的鸣人倒在地上。对，被压倒在地上。对，然后佐助看了他，轻轻给他一个吻。没有这个，没有吗？你就没有啊？哇！忍界大战吧，佐助约我们的鸣人去约会，然后鸣人很开心，哦，约会了，呼呼，然后两个去约会了，然后就一样的招式，这次就不是鸣人打，这次就不是鸣人打在地上，好不好？这次是两个一起打在地上，然后一人断一只手，他那个鲜血溅出来一个交叉，就是类似和解之印的意思。那时候镜头往上。鼻涕都流出来，过敏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的零件，那可以看到我们的鸣人只有四个部件，非常简单。那相对之下。左数有点多了，六个。好，我们先把它组装起来。好。好的，我们组装完了。首先，我们看到我的拿鲁托。这个拿鲁托的螺旋丸，这个旁边这个建设出来的查克拉，我觉得不太优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原作的。螺旋丸是一颗圆圆的，它没有这个建设的，除非它是要做风盾螺旋手里剑。哦，对，但是这看起来就不是。嗯，对。不过这样其实做起来蛮帅的。嗯，只是我个人觉得没有还原原作的感觉。那再来看它的表情，这个表情有啦，这个表情有，有点生气，因为那时候就是两个互打了嘛，两个千鸟跟螺旋丸互打，所以格外生气的感觉。那这个护额也是做的蛮不错的，该磕的有磕出来。再来是头发，其实这头发刺猬头是有做出来的哦，然后它可能是想要呈现一个渐层色的感觉，所以它会有那个里面有点黑黑的，不过我个人是觉得原作中鸣人的头发很金，所以我觉得它再亮一点会比较好，对，那再来是衣服，衣服也有做深浅色，那前面就是比较深橘色，然后这个拉链。很屌欸，做得很棒，所以我觉得现在精品真的做得越来越棒。刚刚我们有说到他有做深浅，这边就看得比较明显，这边是深橘色，然后下面这边是浅橘色。小包包，也是没有落差啦，我觉得 OK， 蛮棒的。这边是他的手里剑带，应该是说这边是他的苦无带，手里剑好像在这里。对，他这个苦无带也是做得不错。那再来是他这个绷带，他有做旧化。就有点脏脏的感觉，这是很合理的。这个绷带也不可能每天都在换了。对啊。对，那你一次出一个任务，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，那你怎么可能每天都在换？我这个绷带很贵嘞。好贱。好。那再来是这裤子一样，也是有做深浅。这裤子就更明显了，有没有？对，更明显了。对，鸣人我觉得算不错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的鸣人解说。现在换我们讲 Sasuke，
佐助的细节哦。刚跟鸣人比起来的话，他的上色比较单一，所以变成说他跟鸣人比起来，深浅的那种渐层就差很多。只是他衣服还是有稍微做较深的部分，蓝色的部分是就类似有点阴影的感觉。然后他的肌肉也做得很棒哦，真香，很香哦。那千鸟这边仔细看的话，手也在里面哦。嗯，可以看到手指，可以看到手。他这把剑也有做出来，只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普通的棍子，看起来啊。对对，然后他这边其实有做一个那个类似刀鞘跟刀柄的接缝。嗯，对，这里，因为他很多部分都是整体上色绳结的部分，他其实都没有做得很明显，只是。它一样有深浅，就是这边深紫色，这边是浅的，有点稍微白色的感觉。然后还有它这边有一个什么天之咒印，天之咒印，对，有做出来。然后看一下近拍一下它的眼点，血轮眼是有做出来的哦。嗯，表情非常的狰狞，没错，嗯，很凶，因为要打架了。对，然后那个其实不能看它眼睛太久，为什么会中幻术？假设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背面，宇智波加完一个扇子，走法的话其实算不错啦，只是它这个接缝还是有又做出来，没有隐藏起来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边以上就是我们走术的部分。可以经过我们刚刚热络的讨论，讨论差不多八个小时，这边要再讨论三小时，靠北。OK， 那刚刚我们讨论完，我们个人是觉得做的还不错。鸣人的他的，因为他的颜色比较鲜艳，所以渐层看起来会比较明显。可是佐助的衣服的话，他都很单调，他其实最主要就是只有衣服的皱褶有一点颜色出现，不然其实说实在，他不用上也没关系，因为光这样打下来，他的阴影呈现得很明显。对，那再来就是鸣人这边有点小缺点，嗯，就是他会有点稍微有点异色。那其实他作为是这么大只的公仔，会有点异色，我觉得。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头发，这个刺猬头呈现得很棒，只是他可以再亮一点，他可以再金一点。嗯，他可能是想要做有渐层的感觉，就有那阴影的感觉。对，那整体上我觉得 OK 啊。450的话我会买。佐助的话，他这个千鸟里面有手，我觉得做得很细啊。他血轮眼也是弄得很细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宇智波的图案，也是有做出来是很棒。啊，他这边左颈这边有一个天之咒印，他也是有做出来，觉得 OK， 蛮赞的。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按一个赞，并且分享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。那想第一手看到我的影片，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那真的，这个挺很重要。好，不要忘记去帮我们的猪帽子粉丝团按一个赞。嗯，晚上好。我是Naruto，他是 Sasuke。拜拜。拜拜。